这是我们的岛屿，我们的家。我想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用像鸟一样，像一片云一样的高度去认真的去观察台湾。这样的一个角度跟高度，你才可以真正去理解台湾，理解它的美丽跟哀愁。看见台湾，齐柏林就是用那样的高度带我们去看台湾，去理解台湾，甚至去爱台湾。10月1号，欢迎大家到戏院来看《看见台湾》，看见台湾的美丽跟哀愁。Yeah.